这个烂事情上，哨兵就不该来抢了。此次对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周泽农提供重要线索者，警方将给予人民币30万元的奖励。很有可能就藏匿在这一带，他们应该给予了业务汤。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，哪个都想管。 我是周泽龙，龙哥吧？听到的。啊，花果厂找到姚伟来的。一句把握，丧尽给我老婆，要死，我忙行李。你老公周泽龙想见你一面吗？我不能去，警察已经盯到我了。我希望你三思慎重的陪我。 王成哥喊过来，你值30万，我不想把你活到把他警察。你晓得我的事情太多了。